被查税，意味着税收局要检验你的报税表，所申报的收入和减免是否准确。税务审查一般分为两种类型，案头审查 desk audit， 实地审查 field audit。 案头审查涉及较简单的税务问题或调整，它的审查范围通常包括检查所有有关收入和开销的信息，以及纳税人在所得税申报表中呈报的资料是否准确。实地审查较为复杂，它通常会在纳税人的生意场所进行，包括通过税务代理或官员检查纳税人的所有业务记录。如果需要进行实地审查，你会在至少14天前收到通知信，税收局也可以在得到你同意的情况下要求缩短通知时间。完成实地审查所需的时间可能介于1到3天，然而按照业务规模和商业交易的复杂性，所需时间可能会更长。税收局的审查旨在鼓励纳税人自愿遵守税务法规，并确保在自我评估系统下实现更有效的报税。